又见面了，各位。这次我们将延续前几次的探厂步伐，继续揭秘凯泉制造。凯泉泵业集团，一家集设计、生产、销售泵、集水设备及泵用控制设备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泵业公司，总资产达45亿元，在上海、浙江、河北、辽宁、安徽等省市拥有7家企业，5个工业园区，总占地面积近1000亩，生产性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。而这一次带领大家参观的是凯泉总部，凯泉上海工业园区，主要负责生产工矿、消防、水利、核电等系列产品，2021年产值已达31亿。当前我国正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，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，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。凯泉作为行业引领者，02年就已引进 ERP 系统、CRM 系统，全程控制订单流程，与7大事业部、23个分公司、600多个办事处的客户实时对接，按需设计生产，竭力满足不同客户的不同层次需求。目前已可做到实时收集客户需求，一天内抵达工厂 CRM 系统，再通过 ERP 系统计划生产，3天至3个月内完成交货。当然，高效的交货速度离不开高质量的零部件生产。近年来，凯泉持续加强制程设备能力，在提升零部件品质的同时，也大大缩短了零部件生产加工的时间。今天我们就从水泵的基本零部件叶轮、泵体、泵盖、轴承和管材的生产加工来深入了解凯泉上海工业园吧。来吧，跟我走吧。首站是叶轮加工，作为水泵中使用频率最高也最容易出现损耗故障的零部件之一，叶轮的加工尤为重要。对此，针对单极泵的叶轮加工，凯泉引进了双主轴万能车铣加工中心，装液化工装夹具，无累积误差，轴孔前后口环同轴度可达0.01毫米，保证叶轮的灵活互换组装。此外，对于单极泵叶轮加工中平衡去重的这一重要工序，凯泉工艺可使叶轮平衡精度达到业内领先水平，即6.3标准，如重复多次修正可达到 G1 精度等级。针对庞大体积的双吸泵，凯泉在叶轮加工环节则引进了车铣复合加工中心，该加工中心最大车靴直径可达到1600毫米，可将车靴和铣靴工序整合在一台，在提高双吸泵叶轮加工精度和效率的同时，也解决了产能瓶颈问题。在冲压泵的叶轮加工环节，凯泉又建立了叶轮机器人镇静激光焊接工作站。据工作人员介绍，该工作站可快速对叶轮进行激光焊接，效率是常规激光焊接方式的3倍以上，可广泛应用于供水、工业增压、工业液体输送、暖通、灌溉及水处理等领域。第二站是泵体和泵盖的加工，传统加工工艺打造出来的泵体和泵盖尺寸精度较差，容易出现重复定位装夹，造成同轴度等尺寸不能满足图纸要求。为了攻克这个难题，凯泉双吸泵产线引进高端设备龙门五轴加工中心，单台设备就能实现双吸泵泵体、泵盖的全工序、全尺寸、高精度加工。双吸泵6档同轴度可控制在0.04毫米以内，提高加工精度10倍，完美解决尺寸精度差的问题，同时效率也提高了2倍。针对单极泵的泵体和泵盖加工，凯泉则通过引进4轴卧室加工中心，将泵体泵盖的尺寸精度提高至0.002毫米，前口环直口的同轴度可达0.01毫米，向叶轮加工看齐，做到高度一致性与高度互换性。接下来是泵轴的加工，作为水泵转子可靠性的关键所在，凯泉泵轴的高机械性能可是加工的一大亮点。以我们眼前的这台冲压泵轴加工关键工序挤压花件为例，凯泉引进了欧洲进口设备花件挤压轴加工中心，可让整根轴花件各部分尺寸精度达到0.01毫米，
直线度绝大部分在0.05毫米以内，是行业精度的最高水平。同时，凯旋还配备了德国进口教职机，在线检测后，根据检测结果和设定的教职精度自动进行教职，一体化工装检测教职依次进行。最后一站是管材的加工，针对不同场景的需求，凯旋可加工出不同规格的管材。眼前的这台 3D 激光切割机可加工重达1吨、长度15米的部件，控制系统能使设备上的30多个轴，包括耦合的桩、卸载系统实现同步化，还可进行穿孔加工、直线加工、前面加工、脱口加工等，圆管、方管、形材均可加工。最大 FINE 406.4，方管300，长15米，可应用在凯旋新推出的3套高效节能机组以及供水和消防领域产品。凯旋拥有国内最先进的、最完备的制造装备体系，现已装备1200台先进的生产和检测设备，其中合泵加工车间拥有6轴5联动加工中心、重型高精力式车洗中心等诸多精度高、功能全、性能好的先进设备，全程保障核电用泵的加工质量。产品零部件在经过上述工艺加工后，随即进入测试检验环节。其中，单极泵和双极泵通过叶轮工艺加工后，会针对叶轮叶片进口角度、厚度等进行专项检验。冲压泵则通过叶轮中段行位公差检测设备进行测量检验。此外，凯旋上海工业园的3坐标检测设备，除了可对单极泵泵体的全尺寸、全行位公差的闭环进行检测，还可对双极泵泵体、泵盖的轴承位、机封位、密封环位的各项行位公差及线性公差进行检查和控制。为了充分保障每台水泵的出厂质量，凯旋在产品质检上真正做到了层层把控、台台测试。目前，凯旋已拥有业内最大、最全的产品测试平台。除了上述提到的检测平台，还包含高精度多功能水力模型实验台、重型车间大型泵测试台、冷热冲击及性能试验台等等。在凯旋上海工业园出厂的每一台产品都必须在工厂内部进行来料、机加工、装配、测试、终检5段严格的检验流程。凯旋一直秉承着服务零距离、客户零投诉、工作零缺陷的理念，设立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，合作顺丰、跨越等优质服务商，只为将测试检验合格的产品及时抵达用户，提供最为高效便捷的产品服务。即使交货完毕后，凯旋服务也仍在继续，它配备了100名售后服务工程师，实施标准化服务作业模式，定期巡检，严格执行4小时快速反应机制，切实保障客户产品售后的高质运行。善水之道，以利万物。接下来，凯旋还将继续秉持着泵业报国的初心，以技术为核心，以服务为根本，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水平，为用户持续创造新价值。